四进八公新平里，七情六淫七平情，单歌完善中国法，医德良心天地地，阿宏健康万丈。叫我一个苦命的身躯，流浪的人无厝的躲藏。这个节目是由中国医药大学中医学士李明铁中医师制作。每礼拜一到拜六，我李老师阿宏诚恳现场主持服务，介绍中医医理、病理、药理，包括中药、草药、病理医案，以及到临床验方免费提供。对中医有兴趣，或者是讲身体未平安、腹肚定定咧做油毒、心情未轻松、未顺遂的朋友，来，大家知识互相相交换。人讲中医师、中医弟，先生显示主人服。无少气焰，互相研究，互相探讨，临床上的一个参考，并且注意动好。网内观众朋友，如果无清楚、无了解，唔免客气，台北现场可能电话02-29-777-138，台北现场可能电话02-29-777-138，听阿宏讲健康，谈中医药。新浪网站只拍阿宏健康万谈，阿是耳仔边，搁一个靠一个阿，宏是江鸟宏，宏图大电的这个宏，只拍阿宏健康万谈，身体要健康，电话赶紧拍互通。阿宏健康万谈服务电话：台北02-29-777-138，服务电话：台北02-29-777-138，找阿宏就可以。感谢你的收看，阿宏健康万谈。叫着我，叫着我，黄昏的故乡不时在叫我，看着悲哀也有大目屎，盼我回去的声叫好无停。结婚啊，你也得去，请你带着我心情，送去予我的阿母，哦，唔通来泪滴。各位亲爱阿宏健康万谈，阿人这朋友观众，大家红红快乐，大家好。如果刚刚咱这个阿宏健康万谈第二这个单元，来咱现场电话台北02-29-777-138，现场电话台北02-29-777-138。有关健康问题，这里加利用过来，这个电话是台北02-29-777-138。来，咱来看这则健康新闻啊。那么，根据华人健康网一直讲啦。讲的是哪呢？抗氧化的这个压力了，吃植物营养素就对了啦。来，天然的上好啦。环境的这个污染，常常吃一挂油的啦、煎的啦、吼、哦、吃粉等等这，注意哦，小心。哦，身体会变作伤过头一种的这个自由基，哦，
增加到疾病的这个风险啊，吼、哦，要抑制自由基，抵抗到身躯伊的这个氧化压力，建议会当加食一寡富含植物营养素的这个五色蔬果啦，吼、哦，就是人咧提供啊，对不对啊，哈、哦？红的啦，对不对？青的啦，白的啦，菜头的白呀、啊，吼、哦啊。那么当然啦，而且的时阵啊，无同款色泽的这个蔬果啦，啊，佫会当帮助身体各部的这个保健啦，会使讲妙用多多啦。那么氧化压力伤过悬吼。恐惊和身体，哦，有一挂疾病啊来产生。究竟什么是氧化压力呢？在这个纽西兰健康机构詹万廷营养师伊伫个讲什么？氧化的压力是氧化自由基的这个生成，啊，甲抗氧化这防御两者失衡的这个结果啦。简单讲啦，当自由基抗氧化，哦，那么身体就会出现了氧化压力了，哦，最近。几年来，有真侪研究提出脑化、癌症、发炎、免疫疾病，可能是由氧化压力所来引起的。当这个氧化压力伤过头悬的时阵，使得防御系统无法当抵抗着，或者是平衡调节的时阵。就会导致个身躯，伊即个伤害，自己的即个心情，就是引起氧化压力伊的即个关键。当接触到环境污染物的时阵，紫外线照射的时阵，食薰的时阵，常常食油煎食物的时阵。甚至是身体自然代谢会产生自由基。詹万廷营养师伫咧讲，要控自由基，撇免氧化压力升悬，强化身体抗氧化能力，会使讲刻不容缓呐，刻不容缓哦。讲嘛，归讲啦，对不对啦？人讲遐粗，啊，若正常诶，人拢上下班，对不对？拜六礼拜，人就是讲啊，要来交我来吐开一个啊，对不对啦？哈、啊，来什么呼吸迄落什么啊，什么薰啊，哦，啊，当然诶啦！你咧讲遮，阮哪有迄个时间啦、啊？是毋是安尼先？啊，普通时啊，阮嘛爱有阮家己点着兴趣诶，遮一寡即个爱好啊，对毋对啦？啊，阮都吼有爱看卡通，啊，阮都爱孙阿娘拍电脑哩，对毋对啦？吼、哦，啊，阮哪有迄个时间遐尔啊多？听恁点仔咧讲，是毋是安尼？哦，所以恁都爱理解阮的这个苦衷啊，是不是安尼？那么抗氧化首选植物营养素，五色蔬果妙用多了，来，咱来甲看什么妙用？那么爱如何提升身体抗氧化的这个能力？詹万廷营养师提起，植物营养素是植物内面丰富含有生理活性，也即个化学物质的。
伊有有效帮助身体抗氧化能力的这个升级。譬如大家知影的这个茄红素啦，哦，儿茶素啦，哦，都是地黑儿茶素的，哦，什么花青素啦，等等这。吸的时阵，若无同款色泽的这个植物内面，含有丰富无同款的这个植物营养素，分别对身体无同款部位有所帮助。哦，那么阿兰修仙来讲红色的这个蔬果啦，来，红色的蔬果伊会当促进消化道啊个。泌尿道的这个健康，代表的这个植物营养素，譬如讲茄红素啦，哦，硫化酸啦，硫化酸啦，不是硫化酸啊，硫化酸啦，啊，里面有油脂的，阮中药里面哦，有一种的这个油脂哦，就是包括。这个硫化酸呢，硫化酸呢，那么也为这个 tomato 就是番茄，哦，蔓越莓，啊个樱桃 ，sakura， 哦，啊个红甜椒，哦，你若讲红甜椒迄哦，迄瓶的瓶的迄个一般的这个。这个什么呀？这个花椒啊，哦，较贵哦，哦，较贵。过来啦，红红菜啦，哦，这红红菜吼，哦，要是较早阮做囡啊，哦，这个妇女吼，哦，暗时啊袂使食红红菜啦，讲什么是浸的沸池的啦，吼，哦，啊都安尼汗的，啊传说都安尼来，所以。妇女暗时啊，袂使食红红菜。较早啦，即摆应该是无啊啦，吼。啊，若还佫有即种的即个扣掉，来。现场电话台北空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现场电话台北空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来。你的见解又佫是如何？佫来草莓啦，哦，即摆草莓嘛无俗呢，吼，哦。红西瓜啦，吼，哦。过来就是覆盆子，覆盆子这拢重要哦，哦，这覆盆子重要。过来啦，红菜头啊啦，哦哦，唔是啦，红葡萄柚啦，哦，定定只会当来处置，哦。过来是橘黄色的这个。蔬果啦，什么叫做橘黄色的？橘黄色哦，橘黄色会当促进目睭以及到皮肤的这个健康啦。哦，这什么呀？什么茄啊？什么什么黄？什么黄素啦？那么代表植物营养素，比如讲哦，叶黄素啦啊，实在是主读去。伤过少，我拢唔知影。叶黄素啦，啊，甲个孙仔呢？柠檬黄素啦，哦，迄柠檬黄个哦，老甲黄个无吼，会当为金盏花、葡萄柚、柑橘、柠檬、胡萝卜、甜个即个玉米啦吼。甜玉米，啊，甲南瓜啦，吼，南瓜讲金瓜啦，即会当处置的。绿色的这个蔬果，绿色的蔬果，伊会当促进细胞以及到肝脏，代表这个植物营养素，譬如讲。儿茶素啦，绿地素，易硫氰酸酯的啦，哦，也当为
指挥这个母数，啊个水电解，吼、哦，甘拿、刺猬草，这个刺猬草是一种的是这个药啊，吼、哦。过来就是芦笋啊，哦，即卖芦笋哦，感觉真少哦。啊，较早山林埔、溪尾一带拢种芦笋，但即卖哪有啊？即卖拢嘛起厝起甲，哪有迄个芦笋通好种？无所在啊啦。较早溪尾街即粉仔尾即拢种芦笋，啊种薄荷。吼、哦，啊，搁有一挂种迄个瓜啊，吼、哦，即嘛嘛拢无啊，拢起厝啊，要哪种？袂种诶啦。山葵，吼、哦，即山葵做药啊。过来，花野菜，吼、哦，花野菜，就是菜花啦，吼、哦，菜花，奇异果。青江菜等等者会当出得的。讲到这，啉一粒茶，休一粒睏的，来。爱人啊，是惊准人。伊是一个男子汉，在阮的一生中，只爱伊一人。伊的船只已经要出航，不知何时才会搁再返。甲伊相送，啊，心爱的人，暗中在苦用真稀微，孤单一个过日子，沿海边轻轻来，叫着伊名，阮的心肝已经飞去。不知何时才会搁再相见，春风着笑容来甲阮安慰，啊，心爱的人，暗中想占位。船只已经要出航，不知何时才会搁再离港。船着笑容来甲伊相送。
渐渐啊。
在空中相会。我是阿宏，是，现在你已经在线顶了，是，请讲。阿宏健康漫谈是伫每天拜一到拜六空中现场主持，敬请大家锁定收看。感谢努力，下一回唔通忘记，空中再会，阿宏健康漫谈。苦苦的心，无人知，只有着你名字。我思念的人，你就是台中情人。怀念你，就是怀念你，就是怀念你。继续搁倒来现场吼，你即马所收看这部是阿宏健康漫谈。咱这部是每天拜到拜六，下晡时四点啊到六点，由我李老师阿宏诚恳，甲咱网友观众做伙来探讨传统以及中医药以及到健康吼啊一挂即个资讯。来，咱来讲抗氧化吼，伊个即个收购吼，会使讲袂少啦。但是一寡营养师也好，医生也好，包括阿宏，拢一个推荐讲啊，尽量爱食一寡植物吼。啊，结果大家三顿即嘛嘛拢有伫个食。啊，为何我嘛是会破病呢？啊，感觉真奇怪。当然啦、
营养师医生所推荐的，是予你参考啦。其实按照阿宏那么说，二个就是讲，伊原爱按照个人体质的这个需要，甲你本身伊的作息，吼、哦，啊，甲你的这个职业习惯，拢关系啦，吼、哦。啊，咱即马专家咧推荐的哦，拢是予你参考啦，无一定讲我有讲过啊，无一定讲伊安尼生，啊，你都拢会当顺时，并不见得会安尼啦。伊问题就是讲推荐讲，那安尼食只抗氧化的一寡即个植物蔬果来讲，对你有一寡即个受到即个算讲即个自由基吼、哦、所引起的吼，那安尼生是毋是讲安尼就有帮助啦？啊，有的嘛毋是讲自由基来引起的啊，对毋对啦？因为吼、哦、要治病的原因哦，真多啦，真多啦。有的是家己母害去的，对毋对啦？有啊，我有在吃啊，我药啊嘛有在吃啊，对毋对？啊，伊什么嘛拢有啊，我嘛运动啊，对毋对？营养师甲我推荐，食我拢嘛有食啊。若敢安尼，啊你敢袂得病？吼、哦，是毋是安尼？嘛是照常对啊，是毋是安尼先？所以，是予你一寡参考啦，吼、哦。有诶讲诶，像安尼无食薰诶较长寿，有诶嘛并不见得呢。吼、哦，有诶较早来讲，哇、哦啊，迄落。嗯，啊，会顺安尼啊，肺癌的应该从食薰的较侪咧。嗯，啊是安怎妇女得着肺癌的嘛袂少咧。嗯，啊是安怎伊也无食薰啊呢？嗯，哇，即马就找啊找讲，嗯，啊，着妇女的吼，啊，拢咧煮食，嗯，啊，煮食拢有油烟呐，吼，有诶着喊讲啥物？什么迄落什么沙拉油啦，哦啊沙拉油你甲看，拢安尼哥哥安尼也袂好啊，哦啊落尾啊都推荐讲的算啊橄榄油啦，啊无就葵花油啦安尼啦，啊我请教啦，那个安尼后摆都拢大家拢食安尼，啊敢大家都拢健康啊嘛，对唔对啦？嘛是不见得啦，嘛是不见得啦，对唔对？因为治病的原因是介多啦。吼、哦，介侪，毋是讲你食迄几项啊，安尼照伊安尼生，安都 OK 啊。嘛毋是讲阿宏推荐的，啊你食迄几项，安都 OK 啊，嘛毋是安尼生啦。上好我讲过啊，你即、這个算讲以天气来，吼、哦，这嘛真重要。以天气来就是啊，你先天的，吼、哦，先天的即个体质真重要。你甲看，有诶讲啥物过敏，啥物过敏，但阿宏从来食啥物，我嘛拢袂过敏，吼、哦、对毋对啦？啊，着奇怪哩，啊，咱就先天着盖好哩，吼、哦，着抗即个过敏的体质啊，咱是抗过敏的体质，所以食啥物拢无要紧，哦。啊，有诶毋是啊，哎呦，我即样酸也袂食，哦，我即样也袂食，迄样也袂食，安尼无法度哩。因为讲啊，伊先天古来的这个体质，就是拢会过敏的体质的，对不对？啊，在过敏的体质，在西医来讲，哎呦，你着什么呀、啊？什么尘螨呐？什么哇？你着迄落呀？啊，这啊，老实讲的啦，若要照西医安尼吼，都拢免困啊啦，都拢免穿啊啦，拢免食啦，你讲对唔对啦？最主要就是讲，你本身是不是有迄个体质，你会当。将到你的体质该改变无，这上个要紧啦，对不对？你若讲只错，你的体质若甲改变掉，你什么嘛拢无要紧，敢那阿红的，对不对？哎呦，你做什么事会过敏无？你什么哦？你较早拢安尼，都安尼安怎饲安怎饲，但拢嘛无要紧，对不对啦？啊，所以嘛在讲哦，最主要还是先天，哦，先天的较要紧啦，哦。啊，嘛，搁先天有诶讲，啊，医生咧讲啊，啊，你这有遗传性诶哦，对毋对啦？哎呦，你这什么肺癌有遗传性诶哦，什么咧肝癌有遗传性啊，什么安尼，啊，一大堆啦。我甲你讲啦，你都若甲尾啊，都人都绝对死了了，你讲对毋对啦？
啊，伊就你最后看讲，伊即马即个有病，甲即个先天的结合，对不对？哇，啊，即个嘛对啊。啊，即马即个佫甲即个结合，哇，即嘛佫对啊。啊，就到尾啊，人拢死了了啊，敢会安尼嘛袂咧？吼、哦，对不对啦？吼、哦，所以有当时啊，吼，我定定伫咧讲，客家佮咧讲的嘛无一定对咧。我定定咧讲啊，讲啊，即、这个啊，即、这个诶，即马即个。地球是安怎来的咯？较早啥物一粒星球爆炸，哦，我爆炸遐多。啊，较早迄粒星球我看，吼、哦，迄毋知偌大拄偌大，你对毋对啦？啊，我感觉怀疑咧，对毋对啦？因为较早一粒星球爆炸，是毋是？吼、哦，啊，然后的时阵啊，啊，即会变遐多粒啦，啊，甚至有诶啥物啊，啊，啥物咧？伫迄落，当迄号做啥物啊？哦，什么彗星啦、啊，迄什么呀、啊？安尼讲到有脚有手啊！啊，结果我咧想讲奇怪，啊那江东，伊都一粒星球所爆炸的，啊，咱即马是毋是讲会当验 DNA， 对不对啦？嘿，啊是安怎的顺安尼啊？即马来验，嗯，啊咱地球较早嘛熟到伊一部分的咧，啊应该验出来拢是 DNA 拢同款的才对咧，嗯，伊即马一个迄落讲哇！即坠落，哦，一粒什么啊？迄、那个流星啊，坠落，哦，啊，就赶紧的，哦，啊，去甲验，嗯，啊，这是来自于火星啦，这是来自于什么花啊？嗯，啊，无同款去啊。啊，应当较早一粒星球所爆炸，应该是 DNA 拢同款才对嘞，吼、哦，对不对啦？啊，是啊，那即马佫分讲，啊，这唔是哦，这是火星上的哦，这是什么流星上的安尼啦？我就感觉奇怪咧，啊！你咪讲安尼，你咪讲安尼，我想会奇怪咧，对不对？哦，因为咱物件拢有一个来源啊，啊来源因咧查拢嘛知影，是毋是安尼？敢若咱人诶，啊你即个哦，你即美国人诶 DNA， 甲咱台湾人诶 DNA 都无共哦，对毋对啦？是毋是安尼先？啊，明明一个地球，一粒球的所爆炸应该是拢同款才对嘞，吼、哦！哎，即马来个阁无同款啊，哎，我感觉真奇怪。后来咱继续，哦，时间剩无多。那么过来就是讲，这个绿色的这个蔬果，吼、哦。伊会当促进肝脏、细胞，吼、哦，代表即个植物，吼、哦，啊，即、这个营养素，哦，咱拄啊嘛有讲啊，即、这个海蛎茶啦，啊，不，无啦，即毋是海蛎茶，海蛎茶是中药吼，蛎茶素啦，哦，啊，甲即个异硫氰酸酯啦，哦，啊，什么遐啊，吼、哦，啊，那么当然啦、啊，有一寡。包括是呐，什么青江菜等等，这吼，咱拄啊有介绍过啊，吼。啊，哪些个呢？哦，哪些个？这个蔬果就是会当促进脑部，吼，啊，加这个腰子，吼，肾部伊个这个健康，代表伊这个植物营养素有这个花青素、贝雷罗醇等，会当对南美啦吼，啊加葡萄，吼、哦，蜜枣、蕉柳，吼、哦，乌蒙尼、茄啊，吼、哦，啊加紫菜，啊加甜菜，吼、哦，啊加黑芝麻等等，遮会当取得的。啊，我请问啦，恁拢有食遮个无啦？我看有啦。加减啦，对不对啦？芦笋八只无八啦，哦，那山葵就较少啦。即摆往秋葵有无吼？哦，啊，花椰菜你有食无？嘛是有啊。奇异果你有食着？我看加加减减啦，对不对？啊，甘蓝菜你有食着无？应该是有吧，对不对啦？哦，啊，芒果你有食着无？应该嘛是有啊。茄仔你有食着无？有啊。紫菜有食着嘛是有啊。对不对啦？吼、哦，啊，所以葡萄嘛是大家拢有食着咧，普通拢有食着较侪哩。啊，食的内面拢会当补充哩，都唔免讲食甲够啦。你着其中一项，哦，咱讲哪色素的这个蔬果，你有食过茄仔无？对不对？啊，有食过枣啊无？
哦，啊有食过什么葡萄无？应该这拢有嘛，对不对啦？啊，啊白色的这个蔬果，哦，也当促进骨骼以及到心血管的这个健康，代表这个植物营养所有。这个大蒜啊，你有吃蒜头无啦？有吃蒜啊无啦？对不对啦？应该是有吧。哦，啊，什么咧？石皮素啦，哦，这会当对这个苹果啦，哦，苹果你有吃到无？应该是有啦，对不对啦？大豆应该是有嘛，哦，大豆、黄豆这嘛，哦，洋葱应该嘛是有，对不对？大蒜就是蒜头这应该有嘛，花椰菜这里面嘛有，菇类啦，香菇你不吃无？应该嘛是有咧。哦，啊，山药，山药嘛是有啦，对不对啦？苦瓜，哦，苦瓜有了讲，哎呦，我苦瓜我不爱，嗯，啊，不爱是不爱哦。即马有迄白苦瓜啊，哇，迄拢袂苦。啊，那青苦瓜迄哦，迄讲叫做山苦瓜啦，啊，迄较会苦。啊，但是我拢较爱食迄苦的，阿红拢较爱食苦，吼、哦，所以阿红拢唔惊苦。啊，迄哦，迄等到较会退会。哦，你就知影，咱中医中药的苦的清热啦，对不对啦？啊，所以阿红拢爱食苦的，吼、哦，啊，有苦的不爱食呢，真奇怪，吼、哦，啊，都食一下苦的，食久就惯习啦。那噶呢？吼、哦，将到你体内这个毒素，甲你清清的吼、哦，是真好啦，对不对啦？啊，无定来要食好的，我甲你讲啦，啊，上要食歹，是不是安尼？啊，人讲的时阵，你若食伤好，对不对啦？啊，要食好，我看有诶吼，诶，营养诶吼，啊，拢甲克个掉，真正呢？呾啥物兄？哦，有足侪啦！我若去菜市啊吼，啊有诶奇怪，啊，即落真好诶，啊，若无爱滴哩，哦，毋免讲啥啦，讲迄虫啊就好啊啦。迄虫啊，迄马骝，迄毋是青喙角呢？啊，真水啊，迄也无烂去啊，对不对啦？哎、啊，拢真水，人伊讲无爱，人拢啊个切掉啦。啊，人要食个葱啊白，啊一丝仔葱啊青安尼啦。其实哦，迄葱啊白啊，迄有够好个呢。迄食落去哦，通便，刷落去内面有迄高高，哇，迄才是好。迄不但会当抗氧化个，啊，大家拢冲冲掉。要阿红无啦？哦，阿红，你若迄落啊，若讲有臭大个啥，甲念掉，剩个全部拢有。对不对？哇！啊来哦，吃落去，落去炒啥？炒葱啊，卵不是真好吃，对不对啦？啊，营养啊，佫好吃，你佮想看卖啊？哦，所以有足侪，我感觉真可惜啦。啊，大家都唔知影呐，你佫要吃好，我是想到我佫讲个葱啊，啊佫足侪啦，足侪啊，都大家拢唔爱，我感觉真奇怪吼、哦。所以人要哪讲，拢要吃好，拢要吃好，啊、奇怪，我想，哪会安尼？哦，啊，其实营养拢伫遐哩，哦，啊，大家都无爱，大家都无爱，我感觉真奇怪。好啦，咱到这结束，期待下一回，讲这个网络，讲这时间继续收看。阿红，不，阿红健康万谈，再见，拜拜。在空中相会，因为有你的声音可爱。彼日予我忍不住为你来心。对你表示，就像。
走空中相会。因为一切好人的为你痴迷，可爱的你不应声介绍我心坎里，爱你在心内可惜无勇气表示。